二月六日，由安徽某动漫制作公司自主开发制作的原创系列动画片《九华小和尚》第二部在安徽举行其央视首播新闻发布会。该部《九华小和尚》将会继续延续第一部中的九华山小和尚小海和小女孩拉拉一起捍卫九华山这片净土，与各种邪恶势力相抗衡的正义故事，并将致力于将池州九华文化、佛教文化有机融入其中，进一步彰显其文化品牌、展现独特文化魅力的重任。而制作单位也将后续推出200多种相关小游戏、400多种延伸产品和4D互动游戏。据悉，该部动画片将于2月7日于央视首播。